您知道吗？您不需要保存电话号码，就可以直接 WhatsApp 给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孙仁煌。我会陆续上传一些在职场上所需用到的 App、软件和网站等，好让大家能够轻松学习和提高工作效率。我们先说手机版本的 WhatsApp。第一步，确保自己已经下载了 WhatsApp application。第二步，浏览器输入 y.me/， 然后输入自己的 country code 国家代码，切记别放加或减在国家代码的前面。输入号码后按确定，然后它会带你去 WhatsApp 的页面，点击继续对话就大功告成啦。接下来看电脑版本的 WhatsApp。 第一步，下载 WhatsApp 电脑桌面版本，浏览器搜索 WhatsApp Download， 下载 WhatsApp， 下载 Windows 版本，下载后打开 WhatsApp，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登录啦。第二步跟之前的方法一样，浏览器搜索 y.me/ 国家代码、手机号码就可以了。按 Open WhatsApp， 我们就成功打开 WhatsApp 了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，请点赞、分享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再见。